我是西方骑士团侦察骑士安博，今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好了，我可是蒙德城的飞行冠军，怎么样，想不想看看我的身手，和你分享我的飞行冠军经验吧。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勇气，我还想去更远的世界，我想去看天空的尽头，现在的速度没有人能追得上了吧。侦察骑士发现目标。